吃播群众，欢迎大家来吃播，欢迎大家来吃播。 Hey guys, today we are at Jiayuguan. It's the hea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Wall. 一点点啊，对，慢慢的吹，轻轻的吹，这个小凤凰头出来喽。你这边吹，这边帮他捏一下。对呀，1分钟就好。 轻轻的吹，哎，轻轻的吹，宝贝儿，好 ，OK， 好，手松开，哎，小凤凰就成了，对吧？哦，小凤凰自己来体验，自己来吹，好棒哎！有，我们在吃，好多人一半的人都没下。我们在当夜七彩丹霞。This is insane. 我只要电视，哇，这里好，这里这里。 公主，不要冲，不要冲。嗯，谢谢。欢迎我。 Today we are at Qilian Da Caoyuan. This is so pretty. This is like the grassland. A giant, giant grassland. Let's go check it out. Oh my god. 夸你。那这里的妖怪这里风景超好。 Guys， 所以这边有一个青年电影节，我的朋友，然后他是一个 cinematographer， 我刚看到他在朋友圈的定位说他在西宁，然后我就跑过来找他了，我们去看一下他。Hello。 Hello， Oh my God！ 你好，哎，这个是我那个美国那个，他也是我们学校 photography。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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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怡轩，您好。天哪，我竟然能在这里遇到你！你怎么过来？我在这边玩啊。其实我7月24号就来了，然后我就看到25号有个电影节，然后我想，哇，我也太幸运了吧？对啊。艾莎，我们这次玩的很。 开心吗？对啊，开心就好。我估计可能还没有达到一点效果，可能。什么效果？就是更开心的效果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想去参观清真寺。哦。礼拜。还没有出去烤全羊。然后呢？对，下次留在下次吧。可以啊。留在遗憾，对，旅行总会有一点遗憾的。有什么遗憾？这次感觉都还挺不错的。啊，我想做的更好，你知道吧？不想。怎么说？让我们想象一下，来一点期待。不能说想象，就是比你们现在高兴的状态再增加一倍的这种状态。哦。才是我想要达到的状态。哦。好呀，那我们下一次有机会。啊。川藏线走起。其实。 穿上去，平平安安的，开开心心的就足够了，你知道吧？嗯，给你一次宣传自己的机会。啊，我宣传自己不行，需要你们给我宣传就行了，知道吧？我们回去一定会给你家里宣传。对，一定会给你家里宣传。我的目的很清晰，让你们帮我们去宣传一下，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。亲朋好友。 大家都来找艾莎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。对。我刚没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你累啊？投怀送抱是怎样？你好幸福啊！嗯。这一下你很幸福。你是不是抱错人了？没有。儿子你。 玉生姐姐在后面，谢谢，谢谢两位老师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辛苦了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西宁。